你没有看错，我是在用拨号键盘弹钢琴。你不喜欢小星星，那来个欢乐颂怎么样？不同的号码能奏出不一样的音乐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乐曲，不过要小心被人识别出你所拨打的电话号码哦。听音乐时歌词错位，受不了，手动调一调。嗯哼，这样好多了。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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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不是受不了千篇一律的语调了呢？语音助手新增十种声音，卡通萝莉南腔北调，任你挑选。自从米欧埃有了飞行模式收音机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手机辐射了。飞行模式收音机，走到哪里听到哪里。看云图库，没流量了，亲。什么？现在下载的都是缩略图，省流量、省内存、省时间，好给力啊！这些就是本周的更新推荐，很有趣啊，有木有？好吧，我们下周见。